我这个计划是双面的，一方面呢是对我堂哥，他对七年的占有欲，你信不信？待会儿我只要发几张七年和别的男生的合照，他立马飞回来。另一方面也是对七年，我想让七年认清现实的残酷，像我堂哥这样的人间 Burberry， 他以为他这辈子还能再遇见第二个呀，错过了后悔一辈子。 别问我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就说，做好鲜肉，但凡长得好看的，在他那儿简直如鱼得水。我要是能给他当助理就好了。得了吧，就你那样，我技术好不行啊？行行行行，你技术好。完没完？怎么了？就你这臭嘴，你也配议论汤？上班今天你干嘛？ 管我，不是说陌生人吗？有说就有那么说，我早就不介意了。我介意，行吗？这哪算坑吧，这是。我能陪着你的日子不多了。